哦，我懂了，是你。我一早就猜疑，敢问你才是大师兄的意，难怪一路引导我们。不是我，是他。什么鬼话？你说他是大师兄？是，也不是。我说你这个老胡子，都到这儿了，还含含糊糊卖什么关子？大圣死后，六根中有五根存留下来，被几个妖王分去，唯独一没了。一为六根之首，是每个生命独一无二的本质。正因如此，它注定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陨灭。等等，你说大师兄死透了，活不回来了？你个老东西，一直在骗我们！你的大师兄绝无可能复生了，但他的根本并没有消失，天地也自会再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辈，把那根本连同名号一起传下去。这天选的后辈，便是天命人。你原是无名之人，却在集齐六根的途中，斗了重重艰险，战了许多强者，淬炼出了足以配得上那份力量的刚强意志。你是说，让这小猴子顶替我师兄？他配吗？孙悟空早就死了。八戒，你心里明白，你那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。孙悟空既已不在，当接过这名号的人，或者是他。到了。后面我们不便再送，你需独自过去。孙悟空死后留下了一具六根全无的残破苦衬，纵然多年过去，那残躯仍有天然灵性，能感应自己生前的气息。你若真是天命所归，便去亲手将这具不生不灭、无魂无魄的僵尸除去，从此六根合一，稀有重续。不成不成，他衣裳木木出出的，我不放心，我同他一起去。这个地方本就是悟空死后残留的执念所化，这返本还原的最后一关，只有靠他自己。你我帮不上忙，我信。你看，小猴子，好侄子，打不过就跑。悟空的名头，咱不要也罢。